现在，请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奖，并请四位获奖者到主席台就座，请全体起立。下面为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授勋：钟南山，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，敢医敢言，勇于担当，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，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做出巨大贡献。下面为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奖章：张伯礼，人民英雄，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，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，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。张定宇，人民英雄，扎根医疗一线的杰出代表，作为渐冻症患者，疫情期间仍义无反顾冲锋在前，救死扶伤，为打赢湖北保卫战、武汉保卫战做出重大贡献。陈威，人民英雄，长期从事生物危害防控研究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闻令急动，在基础研究、疫苗、防护药物研发方面取得重大成果，为疫情防控做出重大贡献。